可以在这个牛脖子项圈上，然后标记你想要的号码，比如12345，然后这个等使用完了以后，还可以重新拆下来，比如说这些也是可以进行重复使用的。这个是两根扎带连接在一起以后的效果。同时呢，这个扎带上还可以打码。